李先生，好久不见，哎，好变老。啊，你不介意我就是360拍视频吧？就是我也拿着这个360的。哈？这个挺就是这里不是有两个铜有我就是那个有外部显示器，就好像有一个这么大的就是外部显示器，但是应该不是那个的问题。应该就是这个的问题，因为我试过插过线，换过线，插过跟外部的液晶屏插过，但是不行。请问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就是我插过显卡嘛，就是它经常就是。这个斗还是外接斗？外面的斗，就是这个如果连接了另外一个液晶屏的话，它会抖，就是上面的，好像我播放视频啊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如果没有声音，是蓝色的。然后这个液晶屏就会抖啊，就经常闪啊闪，不停的闪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液晶闪是吧？这个闪是吧？对，不是这一个闪，就好像我上面还有一个屏啊。啊？这现在没有关系的。不，对啊，但是我用这里有个口，然后对面也有两个口，然后我插了之后还是，我本来以为是线的问题，但是也不行，就是那个还是在一直在闪换的线。难道很频繁吗？对啊，会自动就是然后灯就会按下来，这样很奇怪。我有点混乱了，这个不闪的。这个不是，外面的闪，就是这一个跟好像我有一个这样的，怎么说？很容易出现吗？这个故障？就最近我们以为是电力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所住的那个地方经常就是停电。我接外面，它很容易就会闪。对，好像你用我这个连接另外一台液晶屏，就是我有更大的看得更方便，比这个更大的液晶屏。苹果，不是苹果。你这个太旧了，还是一个方便。因为我打算拍了之后摆上网。大概你。我之前也过来拍过华强北的，因为很多外国人过来，你要维修电脑什么的，也可以告诉他们，就是他们看到了就过来找你。多麻烦，这个很容易被围观啊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很多人，比这里还多人，没有什么人围观我，他就看这个以为我在自拍。应该不是显卡。你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？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因为我试过，我觉得是线的问题，但是线换了，我用一个其他的测试，好像你有一个平板电脑，我用那个 Raspberry Pi 去测试另外的外部的那个电脑，它就可以，就是它不闪，它就是用其他的来测试我的外部的电脑就没有闪，就是唯一用苹果电脑来连接我那个外部的液晶屏它就闪，它就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好的。我以为你说这个液晶闪，液晶闪就是显卡。今天要拉走啊？啊？休了就要拉走啊？什么？等会又要拉走啊？拉走？你是不是要等到他修好了就拉走？哦，对啊，我想他今天就修好，但是他说今天可能修不好，我在微信跟他说要把它放进烤箱里面，如果就是不行的话，他叫我换主板，我说不是主板的问题，因为这新的嘛，上一年才买的，上一年去泰国玩的时候，泰国没有像华强北这样的，所以没有办法，迫于无奈就一定要买一个。继续不行的。啊？那得继续不行的，这里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一定要换，要等我三个月。”我说：“三个月，我来这里玩才玩一个月，然后就被迫了买了一个新的。”对，我也就是
没办法，经常坏的。看你玩的时候坏的。不是，之前我们坏过一次，还有我还有一台的时候，当时候过新年嘛，他要回家，他要回去过年，我说那你回，我要等到你回来，我等不及。然后他说可能泰国也可以维修的，就去泰国玩的时候也带上了他，但是就维修不了。他说要不你等不及了，你一定要买个新的，因为当时。他们那里也有，就是很麻烦去弄，动乱嘛，动乱很多人坐在地上，然后要去弄，哎，没办法，所以被迫买了一个新的。但是如果今天叫我，当然希望没有什么问题，等一下就拿回家，应该是显卡的问题。试一下，就是好像有一个显示器，我用外部还有一个显示器在上面。那个会不会闪？就是没有，用你播放一个那个音乐啊什么啊？不是音视频，看一下。我靠，不是，看，重新放了吗？那就告诉我这是要放。哪里的啊？就这条，这条，全部都是。然后我只能期待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不是，是在我那里播放，然后放你上你上面看，对，这个是你的，对，就用我的那个播放，这个是你的，对啊，就是在我的那里打开，然后就是，这个是我的，我离过了，离过了。好，那你随便播放一个视频，看一下行不行？但是我已经就是换过两根线了，就是两边它有两个插头的嘛，两个我都试过。啊？还有三个口。对，我现在接的是那个 HDMI 的口 ，OK 的。我接了 HDMI， 还有一个闪电标志的都不行，两个都不行。看一下它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还有我那个就是keyboard 那个键盘就不行，就是经常要很大力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了尘啊什么的。那只能换。只能换，就是把那个键盘换了。对啊，并且不便宜，那个键盘很麻烦。看一下吧，可以回头看。那个都没有关系的，一般用的很方便，对吧？或者是外接鼠标之类的，应该会方便。没有，没有用外接鼠标，一般都是用那个鼠标。也是也会用，如果要画图啊什么的，就是比较复杂的。你们是带的在场外用的是吗？场外，在家里用。这就比较奇怪，而且你在家里用，很快就出问题。那你有没有把那个线带过来？没有把那个线带。
就不然就是它就会闪，那个屏幕就是一闪一闪。这个不闪，那个闪。对，就是电脑没有问题，但是我是会有两个线，我能不能？但是它有两根线对吗？一个是转接线对吗？还有一条线是接到那个电视的线对吧？对，有一个是转接。那条线有什么？对，我都是，你的意思是，就是接到那个，什么另外外接显示器的那个线有问题。OK， 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哇，就是电脑拿过来。神器。没有什么。在拍360，全景。一拿过来，电脑是这样的，线是我的。嗯，对。外接如果不转 ，OK， 你只能在你那一圈找问题了。那这一部分就是没有办法。就这一个是没有问题的，你认为？用久一点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它为什么它有闪的呀？它。我这次换了线也不是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个逻辑有点混乱了。对对啊，因为有什么理由我换了几根线？难道我的线都坏了吗？而且我们那里经常修筑那个就是。我觉得就是这样的。